大家早上好，非常欢迎弟兄姐妹参加我们 HBB 线上崇拜。那我是 Eddie，是中文堂的牧师，这位是佳姐，是我的太太。Hello，大家好，今天是母亲节，在此我们要特别的祝贺所有的妈妈们母亲节快乐，也愿上帝的爱和平安满满的领到大家。是的，不管我们在任何的地方，我们都盼望弟兄姐妹能够借着今天的线上崇拜，来到去经历神与你说话的。在我们还没有开始敬拜前，让我们先做一段开始的祷告。亲爱的父神，我们感谢你，让我们依然有平安来到去敬拜神你。求神你赐福今天的崇拜，也让我们每一个人能够感受到神你的带领和你的灵来充满我们。我们感谢神你，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乃是奉靠我主耶稣基督最宝贵的名求。阿门。Amen。好，那这时候呢，我们也要邀请我们的敬拜主领来带领我们唱一些的诗歌。为你名，我高举赞美。
超过天上纵行，你爱如大海浩瀚无际，哦，无人能相比，哦，
大保险里，耶稣见过真光，永远朋友大国降临，我们唱耶稣，耶稣我的救赎，我的救恩大保险里，耶稣天国真光，永远朋友大国降临。揪住满腔的爱，深怜悯的胸怀，释迦上他已显明，毫无保留的大爱，枷锁一断，罪债已还，阴间溃败，释迦掌权，耶稣宝血赏我自由，死亡已败，生命归我，无辜的主被定，却被释放，他甘愿献出生命，为让我们的自由，枷锁一断，罪债一还，阴间溃败，释迦掌权，耶稣宝血赏我自由，死亡已败，生命归我，我献上一生来荣耀这因那舍命羔羊，我的饶恕，罪人的救主，永远的君王。因那舍命羔羊，他已复活，我献上一生来荣耀这爱。因那舍命。阴间溃败。
是家掌权，耶稣宝血让我自由，死亡已败，生命归我，枷锁已断，罪债已还，阴间让我们一起祷告。我在天上的父，我满心感谢赞美你。我为全世界祷告，主啊，求主你在这疫情时刻赐下你的怜悯，让全世界的疫情能早日结束。也要为全世界的国家以及他们的领袖们祷告，让他们有智慧带领人民度过这个艰难时刻。也祈求主能掌管全世界的经济，让人民能够安居乐业。主啊，请你掌管马来西亚，求你帮助我们国家的领袖们能够得着智慧治理国家，让人民都可以回到正常的生活，不为衣食住行而感到无助。主啊，祈求你能与我们 HGBB 教会同在，祈求你能复兴你的教会，好让弟兄姐妹可以来到你的教会一起敬拜赞美你。我借着今天这特别的日子，愿天下的母亲节快乐，身体健康。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祷告，阿们。阿们。阿们。我们谢谢新用一家人的祷告以及敬拜主领的带领，再次的欢迎大家参加我们线上的崇拜。这个时刻我们有受奉献的时间，受奉献是我们对于神一种敬拜的表达和我们感恩的表现。是的，弟兄姐妹，就是可以透过线上转账，或者是在我们的留言区当中点击我们所发的连接来到去做出你的奉献。那在奉献的当中呢，我们也会一同的来到去看我们这一个的星期 HGBB 的快讯。I did say to him, no more gifts. Because he does have a tendency of buying me things and then saying, oh, it's for us to share. So she got a bench press for one of her Christmas presents. I basically ruined Valentine's Day. Well, so you thought that'd be really romantic. Valentine's Day, we'll go see this movie. And it was a horror film. And basically, we lasted about 10 minutes before we had to leave because you could, well, I couldn't handle it, let alone you. I was harrowed. I remember this huge one where Sean just went off and bought an apartment without consulting me. A lot of gifts have gone wrong. He got me a really nice scarf. I don't really wear scarves. You know, my grandma would have loved it. It was a birthday where my main present was a pair of slippers. And for a joke, you got me some nasal clippers, and I felt so old. But man, my birthday presents are slippers and... nasal clippers!在现在的光景之下，带来了许多的疑问，神在这一切当中在哪里？为什么神允许苦难和悲哀？为什么他不阻止这流感？我们邀请了麦克拉姆斯登在5月17日星期天对这些问题发言。麦克是 RZIM 的总裁，他与不同背景和文化的人就信仰问题进行接触，主要在全球的商业、学术和政治场合发表演讲。此外，我们将在下午5点的主日崇拜后有一个特殊的 Instagram Live 与麦克交流，让你可以现场提出你的问题。邀请你的朋友在星期天5月17日收看 HGBB 在线吧。We'll be
need to play it on here. Okay. On the internet one. Oh, I had it open. It's okay. Are you ready? Okay. We'll give you some dancing and we'll send it to church and then they'll use it for Mother's Day. Okay, almost there. I'm gonna turn that off. Oh yeah. Okay, we're nearly loaded. Nearly loaded. Loading. In my wrestling and in my doubts, in my failures, you won't walk out. Your great love will lead me through. You are the peace in my troubled sea. Whoa, you are the peace in my troubled sea. In the silence, you won't let go. In the questions, your truth will hold. Your great love will lead me through. You are the peace in my troubled sea. Whoa, you are the peace in my troubled sea. My lighthouse, my lighthouse, shining in the darkness, I will follow you. My lighthouse, my lighthouse, I will trust the promise, you will carry me safe to shore.好，各位弟兄姐妹平安、再次的非常欢迎弟兄姐妹参加我们的线上崇拜。那不晓得大家是否曾经有过一个很大的梦想呢？或者是你有没有曾经就是设定过一个的、目标是超越你自己的那个的境界的呢？我想特别今天是母亲节哦，我们的妈妈们都盼望我们的孩子们都有一番的作为。正如我们华人有一句话说，望子成龙嘛，哈。那我想其实不单只是弟兄姐妹们，也不单只是父母们，我想牧师们也会有那一个的梦想。正如周星驰也曾经就是说过一句话，人如果没有梦想的话，那他如一个的咸鱼有什么分别呢？其实我自己也是如此。记得在我曾经有分享过，就是在当个时候我在神学院刚刚就是要毕业的之前呢，我就为自己定下一个的目标，就是不知道在就是要在多少年的时候，我就要我的教会，我牧养的教会就要超过500人。不要笑哦，不要笑我哦，这真的是我当初就是在神学院要毕业的时候的那个的想法。但我想上帝在特别在我出来牧养的第一年的时候，神就狠狠的教训了我，要把焦点还有注目放在他的当中。今年我已经是步入了第8个年头的服事，不会说很长，也不会说很短，
但是基本上教会的那一个的 pattern， 它的模式或者是教会所处的一些的问题或者那一个的状况几乎可以说是略懂略懂的。但是更重要的是教会要有500人，其实对于我来说或者对于我这一段的时间的牧养而言其实一点都不会困难的。但是为什么呢？待会我会在结束的时候跟大家来到去分享。那记得在上个星期我就与大家来到去思考了约翰福音第十章第一到第十节当中所谈到关于耶稣是那个的门和羊圈的那个的比喻，而其中呢就提醒了弟兄姐妹说到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不同就是共同的那个的生存目的就是认识神，而我们也有不同的那个的生存的目的就是履行神在我们生命当中托付我们生命当中的那个的使命。那不晓得在上个星期过后就是崇拜过后呢，大家有没有来到去思考，诶，其实为什么我是老板，那为什么今天我是销售员，那为什么今天我是网红特别最近很多的牧师都变成网红的因为什么，因为他又都要常常把那个的录影拍下来然后放去那个的网上。那不管你有没有去思考，其实今天的要与大家思考的经文是延续上个星期的整个的思想的，而今天要跟大家思考的就是做更大的事。让我们看今天的经文，约翰福音第十四章第十二到十四节。约翰福音第十四章十二到十四节如此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我所做的工作信我的人也要做，并且要做的比这更大，因为我到父那里去，你们奉我的名无论求什么我必成全，为了使父因儿子的荣耀，你们若奉我的名向我求什么我必成全。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愿神你自己的话语向我们阐明，特别我们恳求主你自己的圣灵来到去引导我们的思想，让我们进入主你一切的真理的当中。祷告奉基督耶稣得胜的名，阿们。那看完这一段的经文的时候，我们可以就是断定一个的东西，做更大的事情其实不是我告诉你要这样子做的，而是耶稣基督自己的吩咐命令或者是他的应许，他要我们如此说的。但是要了解这一个的思想，我们就必须要从三个的问题来到去思考。第一个就是耶稣要我们做什么东西，第二个就是这个更大是什么，而第三个就是奉耶稣的名求什么是什么意思。那我会先从就是解释这三个的部分之后，才会让大家来到去从今天的处境来到去思考神提醒了我们什么。好，那到底神要我们做什么呢？很关键的一个的要点就是在十二节，耶稣说这个更做更大的事情的时候，他就说到我所做的信我的人也要做。那么耶稣基督他做了什么呢？基本上他在他就是出来侍奉的三年半当中呢，我们可以涵盖四个的范围。第一个就是神迹，第二个就是传道或者是传福音 ，OK。第三个就是训练，然后第四个就是死与复活。当然，如果我们要去定这一个做更大的做什么事情的时候，我们必须要连接，就是经文它接下去告诉我们所说的做这一个更大的事是什么的意思来到去思考。那在原文当中这个更大的字眼它是这样子读的，它就是读为 Mejona 就是更大哦。但是它在它的原文当中呢，它
不只是指数量上的那个的多，它更包含了那个的品质，而这个的品质呢，它是有一种令人刮目相看的那个的意思在其中的。换句话说，如果我们断定做这一个更大的事是指布道，是指传福音，是指训练等的话，那么我们似乎是把耶稣在这里所提的做更大的事只是停留在那个的表面的当中。耶稣在这里说要我们做更大的事，是以基督的死与复活的核心产生生命价值的那个的信念。因为我们所传的是耶稣基督死与复活的信息，而耶稣基督他降临最终的那个的目的也是死和复活。那什么意思是以耶稣基督的死与复活的核心产生生命价值的信念呢？简单来说，就是盼望还有转机。然而这个的盼望是生命价值所产生的那个的信念，就是说在我们处在患难的当中的时候，因着基督耶稣的死和复活的价值使我们产生生命价值的那个的信念，而我们能够喜乐来到去面对这个的患难。正如当我们看死这个的字的时候，它似乎让我们感觉到就是完了 ，end game 结束了。但是，因着基督耶稣的缘故，它让我们看到一个的转机，就是活着。所以不晓得你明不明白我在讲什么？正如神迹，它的发生是要让我们看到这一个生命价值的那个生命价值信念的那个的启程，而福音的信息是让我们看见里头的那个的核心，而训练呢，就是让我们了解到它其中的那个的内涵，而死与复活呢，就是这个信念的那个的体现，或者是它的那个的实体。就是说，在我们的生命，或者是我们所要做的事，是能够让人家看见那个的转机，还有那个的盼望的。所以，这不只是限制于我们讲，它还包括了我们所思，还有我们所行。如果我们只是把这一个的更大的事，只是把它放在，把那个的焦点放在神迹的事情上面的时候，其实某一个的程度，我们也可以知道，上帝也同时也赐予一些人，一些的医生有智慧来到去医治病人，所以我们称一些很厉害的医生为妙手回春。但亲爱的弟兄姐妹，医生拯救是身体的那个的需要，但是今天教会，今天基督徒却是拯救那更为重要的部分，就是提供这个生命价值的信念、盼望和转机。那也正如耶稣基督在十二节所说的，做什么事之前呢？他在十一节就让我们就告诉了我们，当因我所做的事相信我。同样的，在第八节当中，当腓力要求耶稣基督把父神显给他们看的时候，耶稣就回答门徒们腓力说：“人看见我就看见了父。”那总结一句的话，何为更大的事？就是让人看见我们在他们处在相同的处境当中的时候，我们的那个的生命是让他们刮目相看的，是因为我们因着基督耶稣死
和复活的那个的核心，产生了我们生命价值的那个的信念。所以当我们与他们处在同样处境的时候，我们看见了盼望，我们看见了转机。而在接下去经文第十三到十四节的时候，耶稣也同样的告诉了我们，我们奉他的名求什么的时候，他就必成就。那这不是在告诉着我们，我们从此以后就有了一个的咒语哦。当我们说 money money home 的时候呢，神就一定要成就我们所说的。如果是这样的话，那神就并不是神，你才是神。为什么？因为我们可以随时的来到去支配他。当耶稣在这里说奉他的名无论求什么的时候，是在说着当我们在做这个更大的事情的时候，是符合他的属性和心思意志的时候呢，他就必然使我们成就，他就必然使这一件的事情成就。那好了，看完经文所要带出给我们的信息之后，我们放在今天的处境当中，神又提醒了我们什么？我想在最近我们就常常听见一个的词啊，就是新常态啊。这一个的词原本是经济学的一个的词汇，但是却是就是把它套用在我们最近的生活当中。那什么是新常态？用最简单的方式来到去讲，就是当在疫情之前我们是属于常态，但在疫情来的时候呢，我们是属于非常态。那当疫情之后呢，我们就处在一种新常态的模式的当中，就是说我们要开始预备展开一种新的生活的模式。可能有人会说，哦，我们在这个的疫情之后呢，我们就能够回到原本那一个的生活的模式。其实我在想，某个程度似乎我们真的回不了之前那一种的生活模式。为什么？因为这似乎需要拿很长的时间来到去就是这一个的新常态需要很长的时间，半年甚至可能一年。那在一年半年了之后呢，因着时间长的缘故，原本这一个的新常态我们也已经把它变成了常态。不管我们喜欢或是不喜欢，我们都会面临如此的状况。甚至我们在就是这个星期当中，我们也开始了有这样子的那一个的新状态的那个的状况，新常态的那个的状况的出现。好比说在这一段的时间当我们出去的时候，或者是当我们去菜市场，我们去哪里都好的时候，似乎我们都有一些的作业程序我们是需要去遵守。那我必须要强调，我们一定要去遵守啊，因为这一个是为了保护我们自己，也是保护别人的一个的做法。但是在这样子的处境当中，我们似乎是与以往不一样的。为什么？因为我们买菜的时候，我们似乎是零交流的。那除了零交流之外呢，我想我们的工作模式也开始进入一种崭新的模式。不但如此，特别在我今天要去录制这个的视频讲到的时候呢，我预备完的时候我就讲啊，我必须要出去体会一下就是现在我们就是社会所处的那个的状态。我发现一个的东西，就是我们除了要面对这一些的就是那一个的 SOP 之外呢，我们除了零交流、保持社交距离等等之外呢，我发现我们也要开始学习忍耐。为什么？因为似乎很多东西都要排队，很多东西都要来到去等，包括
你要乘搭电梯。为什么？因为本来一个的电梯它是能够容入八个人，但是现在呢只有两个的格子，那你千万不要当看到两个格子已经站了人的时候你硬硬走进去哦，因为这一个是新常态。那除了这一些，我们也要开始围着我们的工作，我们的我们的生活，我们的社交来到去预备。 Always be ready for the big change， 随时的来到去预备自己迎接更大的那个的转变。正如我们教会也在开始来到去思考我们应该要怎样来到去延续那个的崇拜啊，弟兄姐妹要如何在这样子的新常态的当中继续的维持团体的那个的团契的当中，同工们在教会当中要如何来到去工作交流等等的。同时亲爱的弟兄姐妹也要开，我们也要开始进入到一个新常态的教会群体生活的当中。不管如何，大家都似乎要开始来到去操练还有学习。特别若接下来教会就是在做出一些的调整或者是改变的时候，我们都非常的期盼弟兄姐妹的那个的支持与配搭。其实新常态对于教会历史来说并不是一个新鲜事。为什么？从门徒的身上我们就可以看到，当耶稣基督与门徒在一起的时候他们是属于常态的，但是当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被抓死与复活之后呢，门徒们是处于非常态的。那当耶稣基督升天圣灵降临的时候呢，门徒分散到各地去履行这一个更大的事的时候，他们就是处在那个的新常态的当中。保罗就是一个最佳的例子，保罗不管遇到任何的状况他都能够去面对和适应这个的新常态。当他被软禁的时候不能够出去与人家来到去传道的时候，他怎样用书信写的方式来到去来到去牧养教会。同样的在早期基督教就是教会被逼迫的时候，教会也是处在那种非常态的模式进入到新常态的状况当中。所以当时候被逼迫的时候，很多弟兄姐妹教会就去到所谓的地下教会来到去开始延续那一个的崇拜。今天的状况似乎也让我们在看清怎样的崇拜模式，怎样的敬拜方式，或者是怎样的摆设等等，一些无关就是基本教义的那一个的事情，似乎这一些都看起来不太重要。打个比方在这个的疫情还没有来的时候，在这个的非常态新常态还没有来的时候，普遍上教会都一直在就是批评所谓线上崇拜的事情。不晓得你有没有听过，但是当这个的疫情来的时候呢，当这个新常态来的时候呢，似乎它让我们看到这一些的批评都一一的被打垮掉。特别在这一段的时间，我想最能够享受线上敬拜的人就是这一群在之前常被别人批评的人，甚至也是这一群的人就是在这一段的期间更为就是做出他们的那一个的奉献。为什么？因为对于他们来讲这个是他们已经习以为常的事情。
亲爱的弟兄姐妹，教会除了要看到那个的新常态的状态之外呢，我想还要，我们还要有一个新的那个的视野。那这个的新的视野就是如何来到去做到这一个更大的事。所以教会关键的不再是有多少的人来到去参加我们的主日崇拜，教会今天更重要的是有多少的教会行在这一个的世界当中，有多少的教会正在影响着这一个的世界。我们可以是想象，如果今天当马来西亚突然发生一个的状况，所有的基督教都没有了，所有的基督教团体都没有的时候，你觉得对于马来西亚来说会是一个遗憾吗？同样的，如果今天在我们的社区当中，我们的公司当中，我们的学校当中，我们的生活圈子群体当中，没有了我们这个的教会，我们这个的基督徒的时候，他们的反应会是怎样？如果没有的话，我想我们真的还需要继续不断的来到去努力，因为我们还似乎还在努力达成那个更大的那个的事情。亲爱的弟兄姐妹，更大的事是让死与复活的核心在我们生命，在我们的生活价值中产生那一个的信念，而这一个的信念呢，就是对于我们周围的人能够刮目相看的，是与众不同的那一种的状况。我在此并不是说哦，我们要去隐藏我们内心的那一种的心情与状况，而是我们能不能够就是好像大卫这样子，我们可以发牢骚，我们可以表达我们就是心里面的不舒服。大卫也常常如此啊。如果你看诗篇的话，如果你觉得诗篇大多数都是赞美的话，其实你还没有看完，因为诗篇很多都是就是当大卫赞美的时候，大卫也很多时候就是在那边发牢骚的。但重点是我们能不能够好像大卫这样子，当我们发完牢骚的时候，我们依然的把生活的焦点建基在神的当中，因为知道神是那位掌权的神，因为知道神是那一个盼望的那一个的源头，是那一个转机的那个的源头。那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要透过我们的生活，我们的工作，我们的交际，我们的沟通当中，让人因着基督耶稣死与复活在我们生命当中所产生的那个的信念，让他们看见我们有不一样的那个的盼望，还有那个的转机。而我们如此做的时候，我们将会就是让他们刮目相看，他们会看见为何这一个人与我面对同样处境的时候，他是如此的有盼望，他是如此的喜乐，以致他能够看见那在我们生命当中的神，这就是做更大的事。耶稣说，人看见了我，就是看见了父。同样的，亲爱的弟兄姐妹，世人怎么样看见耶稣，就是透过我们，他们看见那一个的道路、真理和生命，透过我们他看见信，透过我们他们看见那一个的盼望，透过我们他看见那一个的爱。在开始的时候，我就说，今天要500人来到去出席教会，其实真的不会，
困难的。我们可以用很多的方式，我们可以用很多就是吸引人来的方式来到去出席，但是真正的困难却是如何让教会走在这个世界当中，这才是一个极大的挑战。所以最后的时候，我也就是用31节来到去成为整个的结束。经文31节如此告诉我们说，但要叫世人知道我父，我爱父，并且父怎么样吩咐我，我就怎么样行。起来吧，我们走吧。所以起来吧，我们走吧，让我们的教会去到世界的当中，在我们的国家当中，我们的社群当中，我们的公司当中，我们的家庭当中，我们的社交群体当中，产生那个的影响，完成那个更大的事，带给这一些的领域那个的盼望，还有那个的转机。阿们阿们，让我们起来祷告。特别在这时候，我也邀请弟兄姐妹能够安静一段的时间，让我们再次思考，透过今天的分享，透过今天的经文，神要对你说什么。圣灵，请你来，好，这时候呢，我们也有一段就是祷告服事的时间。那，我不晓得神透过今天的分享，今天的经文要告诉你什么。不管怎样都好，今天我盼望就是，你能够点击那个的 live prayer， 让我们能够为你和你一同。来到去向神献上那个的祷告，同时也不管你有任何的需求，你也可以点击那个的 live prayer。 好，我们也有线上的牧师祷告的团队来到去为你做那个的祷告。好，特别我也邀请各位的妈妈们，然后你也可以点击那个的 live prayer， 特别让我们的牧师们，我们祷告团队们来到去为妈妈们来到去做出那个祷告。那在祷告的当中呢，我们也会有我们的敬拜主理来带领我们唱一首的诗歌。天地的主，全能真神，应受你圣灵感动，成云圣子基督，我们的救主。我相信在天上圣父，我相信圣子基督，相信那宝贵圣灵三位一体的神，我相信身体的复活，复活必领导我，因我相信主耶稣的生命。
先盼着救赎主为我们受苦辱，主因你的宽恕，你下降到黑暗中，复活们有荣耀，永坐在至高。我相信在天上圣父，我相信圣子基督，我相信那宝贵圣灵，三位一体的神，我相信身体的复活，复活必临到我，因我相信主耶稣的生命，我相信我们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愿神你自己的恩福满满的临到所有的弟兄姐妹的当中，特别神你自己再一次的继续的来到去提醒着我们，神你自己要我们在这个世界上，你要教会在这个世界上所彰显的，也愿神你自己来到去祝福所有在线上的弟兄姐妹，我们生活当中所需要的一切，我们都求神你自己来到去供应。我们也围着所有的妈妈们向神你献上我们的祷告，我们愿神你自己的恩惠、你的平安、你的喜乐都临到他们的当中。我们祷告奉基督耶稣得胜的名，阿们。再次的感谢弟兄姐妹们的参与，这个时刻我们的崇拜到此结束了。是的，虽然我们崇拜结束之后呢，我们也会还有一段的时间来到去让弟兄姐妹，如果你有任何祷告的需要的话，都可以点击那个的 live prayer， 那我们的线上牧师还有祷告团队呢，也会在当中来到去等候你，为你祷告。这些特别是妈妈们，然后我们也期盼今天我们能够来到去为你祷告。那我们下个星期见，愿上帝赐福，拜拜。多大的裂缝在你我之间，
多高的山呀，无法攀爬，在绝望之中，我抬头仰望，宣告你名，逐黑夜里，穿越黑暗中，你用层次爱掀开这眼窝里的幕，恩典已成就，结局已写下，主耶稣，我的盼望。谁能够设想这伟大怜悯？谁能够领略无限？君王舍弃了荣耀，穿戴我罪，承受羞辱，释迦已诉说，我已被赦免，万王之王成我属他，荣美的救主，我永属于你，主耶稣，我的盼望。哈利路亚，赞美他释放我心。哈利路亚，死亡失去了权柄，你破碎所有枷锁，救赎就在你。就在你命中，主耶稣，我的盼望。到那日早晨，风靡了应许，你被葬身体有了气息，在沉寂之中，咆哮的狮子宣告坟墓不再辖制我。到那日早晨，风靡了应许，你被葬身。
间又到墙，图是假你让他倒下，让他倒下，门被枷锁捆绑，通过你恩典已被释放，已被释放，你叫我走出黑暗，你叫我进入光明，你叫我的你是我心活过来，你爱更伟大，你爱更强大，你的爱唤醒他，唤醒他，唤醒我，你爱更伟大，你爱更强大，你的爱唤醒他，唤醒他，唤醒我，跟那黑暗震动，我是神。
就是我。超过天上中心，你爱如大海。
赞美，不为我，只为你名，我高举赞美。就是太初生的道，至高主一生同在，在造物中隐藏你荣耀，今生凝在基督里，这是何等柔美的名，这是何等柔美。是何等柔美的名，无一事无相比，这是何等柔美的名，耶稣的生命，为了与我们同享天堂，你带着
坚又刀枪，痛不是假，你让他倒下，让他倒下。吻被枷锁捆绑，痛过你恩典已被释放，已被释放。你叫我走出黑暗，你叫我进入光明，你叫我的凝视我心活过来。你爱更伟大，你爱更强，心，他唤醒我，你爱更伟大，你爱更强。